还是再拿2200万出来整修？各位要哪一种？我们兄弟很齐心，我们只用了15分钟，我们将这个原来祭祀祖先这个小案化为公，社会大众免费来参观这个大案，15分钟就解决了。你们现在听起来好像都很简单了，但是各位啊，前2个礼拜啊，我们从报纸或是电视上看到两个兄弟为了好像20-30万就打半死了，那个是假的吗？我们这个可以一人付个几千万呢。我爸爸那一代他是有的，我爸爸真的把钱丢出去，我们这一代至少没有把钱丢出去，但是我们像现在我们你说我在做什么，纯粹公益，不收钱的。有人建议说你就拿个啊信箱放在那边随意，你随意觉得可以的话你就丢个10块钱怎么样，我说没有必要的呀。所以啊，我讲这些只是发挥，叫各位要把爱情啊发挥出来，不要放在心里。好了，既然有爱心了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。好，谢谢。